大家一起干杯！大弟，你出山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说，各位要不要尝尝这个？嗯，这是我女儿做的。哇，给我来一个，客气了，尝尝。好吃哦，好吃吗？就是，是吧？澳大利亚的那个怪兽工程区怎么样了？那是项国家级的实验，场地又大，设备又先进，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坚决反对。嗯，任重而道远呐。是啊，我要再吃一个。吃吧。喂喂喂，明日蛋，这块饼干的含糖量为48%，还有18克的脂肪。你要是想减肥的话，最好。喂，你把我翻过来，我看不见了。坚决禁止在我的作战指挥桌上吃东西，要说几次才记得住，明白吗？明白。有人通报称 ，A2 地区的巴罗茨村出现异常电磁波。据我所知，那里有蛇门以前的超古代遗迹。巴罗茨遗迹。我记得那个山区在山崩之后发现了神秘金字塔。大地还有明日奈，立即去调查电磁波的来源。明白。果然，电磁波是从金字塔里发出来的。大地，我也感觉到了。这里充满了某种特殊的力量。别踩啊！你们快看，这可能是古代的石像哦。不是，这个呀，是磁珠蚊香炉的碎片。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尤董。啊，尤董，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个地方非常危险的吗？你们是吉奥的队员吗？是的，就是你联络我们说有异常电磁波的。对，我叫玉成思，是东都大学的教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不是，那些人难道是要去那儿？我们走了，走，快走！我先失陪一下。我把话说完之后呢，就拿起这个开关喊一声开门。现在可别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即将离开你们的身体，和我卡洛斯黑奇一起成为这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的见证者。芝麻开门。黑奇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这不是教授吗？哎呦，还有吉奥的队员呢，欢迎你们呢。你居然用炸药破坏遗迹，真是太无法无天了。有句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浪漫旅程，现在马上就出发，我们走。黑奇先生，等等，太危险了。黑奇先生，轻点儿，等等，这边，太危险了，快点，黑奇先生。大家都快跟上，别忘了拍照和摄像。总算是进来了，先生，太好了，大家都跟上了。请等一下，传说这块土地封印着地狱，你这么擅自闯进去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疼疼疼！你没事吧？我没事。不好意思，妈妈，你没事吧？那你看吧，我就说这里非常危险，才不让他们进来的。啊！那是什么？啊！我们快走！守的战士，这绝对是世纪大发现呐！这个是，快拍，快拍呀、我见过这个，快拍呀、这边武器上有关于它的记载。那也没错吧？这个石像应该是。
远古的巨人迪迦。迪迦 ，X， 你认识吗？他有可能是在太古时代造访地球的奥特战士。根据碧石的意志，天空之光、大地之光再次结合。碧石，依我看，它指的就是这块青色的石头。有朝一日再次结合之光重现之时，黑暗将归之于黑暗，将这块石头托付给持有结合之光者。持有结合之光者，这个拥有结合之光的人会是谁呢？这个人呢，除了我还能是谁呢？不能碰他，这块石头恐怕是镇塔之石，不能随便移动它。轻举妄动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块土地已经被我们公司买下了，所以这个地方出土的一切东西都属于我。真是可惜，什么事都没发生。好像情况不太对。如果没有危险，那还算哪门子冒险呢？我卡洛斯黑旗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是这么淡定。我们先撤了。那个大叔在搞什么呢？没事吧？体长大约为60米，三级警戒状态，指示附近居民紧急避难。
大升级。艾克斯超越星，艾克斯投掷，超越艾克斯切割，带着他工作吗？因为他总是吵着说要给我当助理。真没想到他这么懂事。他还只是个小孩子，总是喜欢模仿考古学家，捡些破铜烂铁之类的回来。不好了，局队长，有非常可怕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他是局副队长，我名叫神木。真不好意思，怪兽的名字叫野魔兽赛高古。太古时代的地球是大地燃烧着火焰，海水滚滚沸腾的地狱，那是属于赛高古的世界。后来光之巨人从天而降，赛高古就被封印到了地底深处，古书上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那个封印被重新解开了，这一切都要怪我没能阻止黑崎先生。目前要尽快研究出对抗赛高古的方法。根据碧石的意志，天空之光、大地之光再次结合，待此结合之光重现之时，黑暗将归之于黑暗。这是遗迹里石碑上写的。我认为按照碑文的提示去做，就能够封印赛高古。没事吧？我还好。这些液体已经凝固了，但似乎正在腐蚀这个装置。目前我已经无法与你融合了，继续腐蚀下去的话我就完了。你就别吓唬我了。这里就是实验室。好棒啊。那这边这位就是犯罪星人格尔曼博士。你好啊，
事，你不要再吓人了。你这张脸本来就挺恐怖的了。在范顿星球，我可是一等一的帅哥。帅帅。博士，有画面了。哎呦。这就是埋藏在金字塔下面的那个石像啊。他的名字好像叫迪迦。这样啊，有意思。难道说，除了其他奥特战士卡片之外，你还打算做迪迦奥特曼的卡片吗？那是自然啦。唰！真的好厉害！给你。麦克斯、银河、贝克特利、赛罗、奈克赛斯，这可都是我们的宝物啊！给你看的这些，你可要保密哦。嗯，那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宝物？我要看，我要看。这是很久以前来到地球宇宙飞船的零件。这些是印加帝国的宝石，还有，这是什么？好奇怪的石头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古代的锤子吧。这个是，能借我用一下吗？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周的卡洛斯黑旗的世界神秘 Q。 观众啊，你们认为地球上早已经不存在未知领域了吗？我要证明你们全都错了。世界上是仍然存在着奇迹的。你们下面将要看到的是我卡洛斯黑旗拼了命在超古代遗迹中发现的美丽而又神秘的珍贵宝物。打开了，打开了，要揭晓了，开！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难道看不出这其中的浪漫吗？在 S2 地区检测到了异常的电磁波，在地下600米处，我们发现有一个规模极大的热源。放大一点。它正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是赛高谷。我想它应该是往存放青石的地方去了。这话什么意思？如果那块青石被毁了的话，就没有能够阻挡赛高谷的东西了。你觉得那块青石真的能够重新封印那只怪兽吗？那个自古以来的传说，我想应该是真的。而且就是那块青石被移动之后，赛高谷才苏醒过来的。看来现在有必要分析一下那块石头。那块石头现在在哪里？据我所知，应该是在卡洛斯传媒公司的总部大楼里。卡洛斯传媒公司位于 T2 地区，就在市中心。目标多久到达那里？大约1小时。时间紧迫，明日奈，你马上去把青石取回来。明白，我也一起去。四级警戒状态，发布都市防卫指令。损人和阿杜，你们驾驶马斯凯迪，从陆空两路对赛高谷发起攻击。明白。明白。大地，出动了。可艾克斯还没恢复呢。大地，修理这个装置的工作就交给我来做吧。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什么忙也帮不上。可是，大地，你可是有任务在身啊。没错，那我去了，艾克斯。加阿克斯与加马斯凯迪合体。焦博尔特斯与焦马斯凯迪合体。空战马斯凯迪与陆上马斯凯迪准备完毕。现在怪兽正在接近此地，请市民们立即前往避难所。陆上马斯凯迪准备完毕，彻底封锁市民公园，在那里建立防卫线。能量盾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随时都可以开启。虚拟钢板了，启动准备完毕。干杯！干杯！谢谢。
刚才的节目效果怎么样啊？收视率方面有没有创新高啊？很遗憾啊，收视率还是输给了温馨动物频道。输给一只柴犬，说好的浪漫呢？真是太可悲了。真正可悲的是你才对吧？是我妈妈。欢迎二位来到卡洛斯塔，没想到两位美女没打招呼就突然大驾光临，要不要先给你们来点饮料啊？我想不用了，我们来是请你归还那块青石的。归还？还给谁啊？那块石头本来就是我的。那块石头正把怪兽吸引过来呢。没错，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它拿出遗迹。刚才发过警报了，大家快去避难所。我对你们吉奥防卫队的战斗力可是深信不疑啊，就算真有怪兽要来，你们也能轻松搞定的，是不是啊？赛高谷已经接近了，大约30秒后赛高谷将经过市民公园地底。迎击赛高谷作战计划，黄泉三号启动，虚拟哥们拉，实体化。你锁定位于地底的赛高谷，倒计时5秒，5、4、3、2、1，哥们拉超震动波。爱因斯坦凝聚态，普通攻击根本伤不了他，攻击他的眼睛。虽然听不懂那个波色什么的是什么意思，反正瞄准眼睛打就是了。虚拟雷德网正在载入，3秒钟后一起攻击。虚拟金骨桥正在载入，哥莫拉超震动波金骨枪破坏炮，雷德王穿甲弹，3、2发射。明白。虚拟矮雷王正在载入，矮雷王能量盾启动。好极了，准备好再吃我一击，最大输出功率。情况有点不妙啊！损人立即对怪兽展开攻击，防住他们的行动。明白。大帝和阿守，你们马上去卡洛斯塔，与明日奈汇合之后取回那块晶石。明白。那头怪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能用身上的刺繁殖新的怪兽，那样的话可就难办了。这身上到底有多少根刺啊？走吧。好。
不是，那道光是他似乎是对这少年的感情产生了反应。如果就像那座遗迹里的碑文上所说的那样，那块青石真的能够结合天地之光的话，那么喂，你现在也在发光啊。就是哇，艾克斯一直在发光呢。刘一，赶快带着我一起去找大病。可是装置还没修好呢。刘一，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我好了，你快带着那孩子和艾克斯一起去找他们吧。明白了。Yeah.
命运之石，我找的你好辛苦啊，你终于要回到我的手里了。海奇先生，你，我说教授，你在干什么？我被卡住了，出不来了。青石我就拿走了。你可真是会给人添麻烦了，我这就来救你，你给我拿一下。和明日来取回青石之前，想尽一切办法拖住他。原来是这样，怎么回事？人们为他人着想，想要彼此相连的感情，就是碑文中所说的连接天地之光。正因为与这种光相互融合，我们才被人们称之为光之巨人。
所有人听令，配合那三位奥特战士，同心协力消灭怪兽。明白。是。
正在吸收光之能量。射出了，秒速达30公里，正向中国、瑞士、埃及、阿根廷以及美国方向飞去，五级警戒状态，马上通知各国的机要防卫队。
这是迪迦和初代奥特曼的光之结晶。来了来了，充满能量了，大家一起上吧。是。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实在是太感谢了，是你们的希望之光把我们召唤到这儿来的。喂喂，你们长进了不少吗？艾克斯大帝，有缘再会了。大帝，我要暂时和你们说再见了。啊，什么意思啊？刚刚是你们的希望之光，使我能再一次恢复自己的实体。那么，我现在得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持宇宙的平衡，
平衡一旦被打乱的话，地球也同样会受到影响的。X， 即使我不在你身边，即使我们看不到彼此，我们两个仍然是融合着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当地球再一次面临危机的时候，我是一定会回来的，我向你们保证。可我舍不得你走，艾克斯。谢谢你守护我们，能和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保护地球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再见了，艾克斯。该道谢的是我才对，一定会再见面的，艾克斯。再见了，艾克斯。我刚才保护好你了吗？你一直都在保护我。快看呐，天都亮了。藤原，今天有什么安排啊？去南太平洋格索尔岛挖掘传说中被诅咒的钻石。真是太浪漫了。小兽，要不要一起去啊？你这个人呢，发生了这么多事还不吸取教训？谁叫我是个不屈不挠的男人呢，是不是？那么失陪了。松饼实在是太好吃了，再给我一个。再来一个。太好吃了。艾克斯不在还真是冷清呢。这个甜点的含糖量大约为54%。美容的秘诀就是要拥有营养均衡的饮食。你不是已经去宇宙了吗？半人马座附近出现了名为迪扎斯特罗的怪兽，他逃进了虫洞，向地球袭来了。你说什么？又有可怕的怪兽要来了吗？宇宙雷达检测到有巨大的能量体正在逼近地球，调出监控卫星画面。目标还有多久进入大气层？大约13分钟，预测降落地点为 T 地区，形态不明。好嘞，我们现在就去迎击它。你嘴角沾上奶油啊！没想到地球这么快就又面临危机了。说不定是个好相处的怪兽呢。队长，解药，出动！明白。好啊，你们快去吧。上吧，艾克斯。好。